哎，若雨，你有迷茫的时候吗？当然有啊，我觉得在学生这个阶段，有很多时候会很迷茫。但我觉得，即便遇到重重的关卡，事事还是有解决的方法的。未来的每一秒都是未知的，所以我们也不必感到迷茫。我们能做的呢，就是珍惜每一个当下，并努力航向未知的大陆吧。现在就让我们欢迎扬声管乐社为我们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航向未知的大陆》。这首曲子是描述人类历史上首次完成环球航行探险的船长麦哲伦船队历险的各种场景。开头木管的音阶渐强渐弱，营造黑夜中风雨飘忽不稳定的气氛。后续逐渐堆叠的铜管与打击，逐渐在暴风雨中描绘一艘滂沱的大船。船员们为了稳住船身，拼了命的与风暴争夺一线生机。若有任何失误，在汪洋之中，他们面对的只有被大海吞噬殆尽的命运。现在就让我们欢迎扬声管乐社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这首最后一首《月儿》曲目。